裙子穿下去就只有凉一个字，就是它是纯雪纺纱，所以非常的凉哦。它是米色配深蓝色，超级有质感的。它的幅度啊、摆度啊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它里面是做雪纺内里，完全透纱雪纺，所以我整个人穿下去这件衣服就是有风出来，就是凉凉的，凉凉的。再来呢，尺寸是大家喜欢都可以穿，没有任何的限制哦。不论你是小月妈咪，或是比较肉肉的，或是像妞儿一样 S 号的身材，通通都可以。我觉得它最难得的是让你看不出来有五层式的小蛋糕，我觉得这比较厉害，因为你们看到我应该现在是瘦瘦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还是显瘦的氛围哦。那我身高161啊，穿着小白鞋基本上不会有落地的现象。那如果你是150公分，建议你可以稍微偷偷往上一点点，踩一点跟鞋就好了，不用拿去改。就这样子穿着一个牛仔外套，非常的轻松，就可以把裙跟我们的上衣所有本人的一个味道诠释的非常的好。而且呢，这一些单品全部拆开来都可以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种的搭配的方式，整体的感觉跟刚刚感觉就不太一样咯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每一个人你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去做一个变化。这个裙子呢，它可以创造非常非常多不同种的风格给大家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们完全不用担心，完全不用担心。